as well as to the galleries, Neuder Riemschneider, Frith Street Gallery and Lunetta Barn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ing your artists in that generous way. I'm just seeing the mother of Ai Weiwei and I really want to welcome her so much. Thank you for coming. This is a very special moment because the mother of Ai Weiwei came to Venice Biennale to see his work here in the German Pavilion and also in other sites in the city of Venice. And I really would like you to welcome Mrs. Ai very heartily.不是看我的身份，您那个没关系，因为我们认识您就不用了。我们现在就是其他人不认识。我们在这十几年了，我看您跟你们这里边存在的和有何种误会的可能，咱们说不清楚。咱们得干脆，既然已经来了，就您就配合我们做一下工作。上回是白天来的，没有登记权，所以这回也得晚上来一次，把这工作做全。没不用老赵，赵本天了，不是记者采访，我不是新闻发布会，知道吧？不要争吵。工作嘛，没必要争吵，对吧？您说是不是？你们这个工作有点儿不寻常。我知道，这可能呢。您有点儿不寻常。我知道，这可能呢。您不太不寻常。我这儿蹬着，您也可以读读这段话，好吧？行行行，读读啊，这什么？统计法，有关规定。 公民有义务提供国家统计局调查员的所需情况。哎，对不起，你是国家统计局员吗？但是流动人口归我们公安局管啊。但这个法跟你有关吗？我们是根据流管办的文件。王总啊，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可以进行申诉。大晚上你不歇着，你这来搞这事干嘛你啊？ 要是想跟我有什么事儿呢，把我带去什么都可以，是吧？你搞这个事儿，我觉得意思不大，就是。您是学籍是？这是您的证件。什么证件？身份证。有效证件。有效证件。对，能证实你身份的有效证件。好吧。 身份证、驾驶本、暂住证，如果你是北京居民的话，你可以不用出示暂住证，没有，对吧？不是，真不是。那你可以拿你的暂住证。不是。如果您要是不出示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必须得给您带回走里核实清楚。哎呦，我靠！好吓人，我很难听。什么叫吓人？这是程序，知道吗？哎呦，有没有您呢？您说。 实际上呢，我们只是按法律办事儿。如果这个事儿这里有违反法律的事儿，那肯定你们也不会有跟我这么客气，就咣当咣当了，是吧？这事儿如果没有呢，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要不然呢，肯定是工作上也麻烦，大概都不愉快。最后呢，也达不到效果，因为这个也不是你们可操控的，你们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呢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出示身份证，您出示您的证件，我们需要出示身份证，他出示警证，你们需要出示身份证。 王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看了吗？03263四。身份证属于私有财产，身份证法的第15条里，你这咱们说都互相配合，公职也有一个义务，是吧？那你报，配合一下你，对，你先出示一下法律的条文，身份证第15条能告诉我吗？陈述一下身份证法第15条是什么，行吗？行，别说那条，行吗？不是那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对吧？
第十五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出示执法证件和验查居民身份证，对吧？第一条，对有违法犯罪嫌疑人员需要查明身份证，这显然不符合吧？第二条，依法实施现场管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证，对，这显然也不是，也不符合，咱们这也不是王府井，对吧？对，第三条，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对，这肯定都得给的，这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第四条，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证的其他情形，对不对？对。这属于哪一条呢？这个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证件的其他情形。啊、对，那其他情形您给我解释一下，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要你解释的。是，不是这个事情警方解释，不是需要我解释。我说这个情形现在我可以查验他的身份证件的话，那你就要说法律规定。那您说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啊？对吧？等一下，咱们、嗯，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其他情形，那么必然是警方在执法当中提供法律依据。什么法律？我们进行户政管理，这也是在执行公务。所以说，请您理解的同时还要配合。好的，好不好？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还跟你没说完嘛。啊，您说。对对。一个人是任何时候警察说，因为他说的，警察让你身份证怎么了？你就得维护您的权利。那不是这样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好吧？好的，好，抱歉，请您出示你的证件。你们这样三番五次的呀？这怎么？怎么叫三番五次呢？你们那我们这个是这样，如果你让我一次来检查清楚，我们就不第二次就不来了吗？怎么没清楚啊？这几个人，你昨天就差，你昨天才有几个人？昨天你不能说是你来了一次没见着我，你就说是我没登记。那对，但问题这个东西就只有我亲自核实了，我才能算把工作干完。那你们啊，他来一趟，你来一趟，你们就不是他来，这都是我们来的，都是带来的。其实是扰民了，骚扰了。这怎么看？你这个强词夺理，属于是。现在是跟什么有出入啊？跟现在这些人，你这些怎么叫有出入啊？我就不懂。杨就是杨树那杨。对，我们反正要适应一下，很可能什么时候就被你们带哪儿去了。我们会，这您属于多想了。你们把那个小姑娘不懂那个，靠了一年了也不怕人家。谁呀？吴玉仁啊。您这话说的怎么能让我靠了呢？不是，我就说你一年了，我操，你怎么也得给他判了呀，是吧？你不能说放着，这多别扭的一事儿啊！这个东西咱们想一块喝茶了，是我请是您请，无所谓，是吧？喝茶肯定我请，因为我早就说过我是不接受喝茶的。啊，除非你戴手铐来，但是你们也不会戴手铐来，所以咱们喝茶也办不成，所以我请你喝茶倒可以，你愿意接受吗？没问题，我请你喝茶。这个东西是这样，但我先请您喝茶，以后请，这我回请。别把那个弄错了，你知道吗？好，谢谢。拿摄像机的灯了吗？喂。
刚在海淀那边让四个便衣带走了，嗯，然后四个便衣带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出示什么逮捕令啊或者逮捕证之类的，然后就带走了。然后小胖已经30多个小时，已经40个小时了，已经没有消息。还有谁？还有文涛啊，老安都没有上。就因为艾薇这件事情失踪，到目前为止应该是5个人。嗯。文涛、吴会计、刘成康，还有那个四弟谭晋生，嗯，加上艾薇薇5个人。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什么原因在机场被带走？涉嫌什么罪名？人家给我一个说法，就是你已经超过13小时，但是已经是违法的。4月3号在机场抓他，和4月3号到家里来抄家，这两者是不是觉得，如果说他也在家里的话，抄家可能就会不那么容易，会这样吗？那个场面实在是，我就是从来没见过，连电影里都没见过那种场面，完全是一个就是全全景叮当，所有什么地方都像整个就是抄家的、这个、觉得他们很专业的还是胡乱抄？我觉得非常野蛮了，已经，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也没见过这种，因为抄家这种状态已经很野蛮了。搜查令上有没有涉嫌的罪名？没有，一点没有任何理由。据我了解，艾薇薇是因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目前正在依法对其进行调查。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中国政府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同时任何公民所作所为不能超出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你知道艾薇薇什么事儿吗？你知道艾薇薇是嫖娼啊，是卖淫呢、啊、是吸毒啊，还是这个还是刑事犯罪啊？你知道她什么事儿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说艾薇薇被警察带走了就是让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了？不仅仅是西方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国家啊、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啊，美国好像法国、英国、德国等等主要西方的发言人，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全出来站出来说，对，他们不问说到底法律是什么样的，但他们都说一句话，就是你要放人。对。那么进来他就摔东西，摔完东西就拿着我的手机，就自己拿起来看了我，然后我就问他是谁，他说我姓赵，我是朝阳分局的，我说这个是我的手机，那么他当时就不还给我了，就非常凶的开始骂我，非常下流骂的，他大概离我就这么近，我坐在这儿，他离我有10公分的地方坐下来拿张凳子，就这样对着我骂，就是像什么傻逼呀、就非常非常脏的话，就连续的骂一顿。就是有人说不是说最初抓老艾是因为茉莉花吗？觉得他可能参加茉莉花，那文涛是不是因为在网络上比较活跃？老艾肯定是要判的，既然做了这么大动作，不可能说老艾没事给放出来的，对他们是种耻辱的。我小伟从外边回来，他在外面看到有两个人拿了个木梯子，一人高的木梯子趴着我们的那个围墙，一个人在下面，一个人在上面，往那个小虎的那个围墙那儿往里边看。最差的想法可能就是最坏的可能是栽赃，不知道栽什么赃，反正要进来做手脚，不干净下黑手，放在里面。而且徐烨今天刚刚去接受了文化，那些人还专门问他这有多少人，工作室的情况，问他这里面的情况。一会儿再跟你联系。
先回去。小虎，小虎，出发，出发。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丢什么东西在里面。就这三面没见过，就这个线这个地方，有线这个地方。要不咱们上去？放心点，脑袋啊。摄像机给我。没看见有什么。说我们现在就是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呢，可不可以就是你们这边来出具一个律师的一个代理，然后可以让陆青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这样子有一个律师，或者说有一个法律的一个保护。这个事情呢是应该做的。嗯。我觉得你说能够起到了多大保护，我倒不是很觉得，因为在这个天下。共党的意志，它比任何法律都管效。嗯，你觉得是咱们这个程序应该怎么走？因为明天就是他就是他明天是肯定是要去，但是没有说上午还是下午，他可能就是下午也可以去。艾薇薇他的消息是没有的，还是没有。我们的公司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问讯通知书，那么就是去有一些问题也要询问一下，这样。他让我带一些文件过去，但是现在的那些文件呢，他们已经都拿走了。我们的那个会计室他们都已经进去把东西都拿走了。嗯、公司是我的公司，不是艾薇薇的，我是法人。我在路上。对，快到了。哎，你好。地税的。地税过不去，我们不属于地税。嗯，不是，那地税怎么走啊？从那个树后面，再到那个咖啡盖，再到前面。对，我已经出来了。他就说你们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呀？因为我们的公司嘛，就是一个做设计啊这样的。他就做了一个笔录啊，就是你们这个公司嘛，因为我们这公司叫北京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是法人代表，所以呢，他就做了个笔录，就问了一些他们的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那么一个笔录。现在呢，他肯定是想找一些证据嘛。那么现在呢，我们公司呢是我是法人，那么实际上跟艾薇薇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扯不上的。他所说的那个偷税漏税，那是不存在在艾薇薇身上的，就是我们这公司这块啊，是这样的。艾薇薇这个事情。那么人家明显是不愿意讲法律，也不愿意讲道理的，而我们能够做的，那只能够是希望能够同他讲理。如果要讲理啊，由于艾薇薇这个事情是以法律的名义在进行迫害了，当然要有人同他讲法律，才合适。哎，你好，我是艾薇工作室的。这样的，我们因为有好几位员工失踪了，然后陆老师还有我们起草了一份声明，就是希望能够警方依法办案，尽快告知这些人的下落。如果您愿意的话，是不是愿意签名？我们把这份文件给你看一下。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since February,
dozens of people, including public interest lawyers, writers, artists,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hav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and arrested. Among them most recently was the prominent artist Ai Weiwei, who was taken into custody just this past Sunday. Such detention is contrary to the rule of law, and we urge China to release all of those who have been detained for exercising thei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nd to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of the citizens of China. In the days following the arrest of outspoken Chinese artist activist Ai Weiwei, this image began appearing o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The graffiti was stenciled all over the city, which,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rule, enjoys great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an its mainland counterpart. But it is still considered subversive and provocative. The graffiti, like the artist, sends a strong message about human rights.That same message is scrawled on the wall of this industrial building where local artists are speaking out. This exhibition has gathered 50 artists to rally for Ai's release. Organizer Casey Wong says Ai's arrest has been a wake-up call for Hong Kong artists. Well, good morning. It is a bittersweet honor to welcome all of you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a remarkable piece of public art.B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reative and courageous public citizens, Ai Weiwei. Ai Weiwei could not be with us here for this unveiling of his latest work, Circle of Animals, Zodiac Heads. As you know, he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very fact that we do not know where he is or when he will be released is very disturbing. Today, we all stand in solidarity.With the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hoping that Ai Weiwei is quickly and safely released. And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billions of people who do not have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human rights, the most cherished of all American values, and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New York's riches, and that is free expression. Artists risk everything to create. They risk failure, they risk rejection,They risk public criticism. But artists like Ai Weiwei, who come from places that do not value and protect free speech, risk even more than that. His willingness to take those risks and face the consequences speaks not only to his courage, but also to the indomitable desire for freedom that is inside every human being. Hi. Hey, is this your project? Yeah. This is awesome. Thank you. Yeah.You know him, right? Yeah, Ai Weiwei, right? 那什么时候能给我那回复？都两个月了，都两个月了。2011 year of the jasmine, a government crackdown sweeps up bloggers and writers and human rights lawyers, but the song of the poet speaks on. 我觉得他我就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想他没有做任何什么违法乱纪的这些事情，那么把他抓了以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的对他对待他是这样一个对待，就是说他对艾薇薇是这样一个做这种方法对他，他到底他们这是想做什么？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已经查明，由艾薇薇实际控制的
北京发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交纳巨额税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鉴于艾薇薇认罪，患有慢性疾病等原因，艾薇薇本人也多次主动提出愿意补交税款，公安机关依法对艾薇薇取保候审。啊，能够跟我们说几句吗 ？Sorry, I can't. Enjoy life. Thank you. I cannot give any interview, please. So sorry. I cannot tell more than you know. You see me. 有什么打算呢？有什么打算呢 ？Enjoy life. Everybody should enjoy life. 你的自由有所限制吗 ？I cannot say anything. This is I'm on bail. You know. 那你我是被取保候审，我没有。我不能说任何的，好吧？你有没有认罪吗？我们认罪吗？你认为你有犯罪吗？那个都没听过。谢谢，谢谢你啊 ！Thank you， 谢谢大家，你们先休息吧。大活人回来了，这个你看，因为我裤子现在系到最后，才都这样掉了。你看你又掉了。这条腿才好玩呢，腿变这么细了。哎，你看，哎，这皮变成这样了。啊、我才知道人是有这个皮囊的，你说我在80天中走了1000公里路，每天走1000公里，每天在哪里走啊？每天5公里，你算在外面走，在房子里，在一个2平方米的地方，2平方米，我每天要走5个小时以上，一个60公分宽，3米6长，就刚好和这个桌子一样，比这个长，这么一样长，桌子大，这么宽，有3个人要在上面。因为跟我一进去就谈最少10年了，最少要10年的。你啊，要判了。最少是。哎，对。能够放了我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知道吗？因为他们是肯定要。最近是。本来是要做最严重的情况的，知道吗？所以呢，放了也就放了，知道吗？但是呢，我是要取保候审了。我问他，我取保候审多长时间？谢谢。1年。1年，谢谢。不能证明他的错，那么就算是你的罪。关于一时的问题，不要自沉一趟。笑一只老虎，吃下来就可以当面包。关于钱财的问题，领导让问问你是不是要做艾薇薇的那个官司，做他辩护律师。我说你们还没给手续，现在呢谈不上这事，应该说还不是。然后他说呢，我们头希望您别做。我说你他妈到底是公安局还是司法局啊？你别是司法局的卧底吧，我们归司法局管，不归公安局管。另外我说我这一年没开张了，好容易来一胖子，我这能挣点钱，你不让我干活这哪行？因为是当地的那个很多公司也做出一点不太好。干地的。陆青他们这个发公司跟我签了协议了，我作为一个中介机构，我要从第三方去搞清楚这个事实，那我必须能看到账啊。那陆军你不给我看账，我怎么干这事儿？
我要告诉你一个，就是会计和那个实际者操作的人，一个是心脏病在武警医院里被看着的，另外一个消失了。喂，哎，就是自由师啊，他昨天想知道，比如说2004年，那个盈利多少，那个亏损多少，2005年是多少，就这几年大概的就是数，你问问会计他能不能想起来，那全部都被税务局拿走了，我们手里是没有任何东西，现在，所以我们要举行听证会等于很被动，什么资料都没有，方便是不是问一下他，他也应该告诉我们，就是是不是能想起来。好吗？那麻烦你了，好吗？等您电话。要。是。那我今天还是先把那个听证会，因为这两天我们是是是是是，要不然听证会的情况，我简单的先核实。进去了以后，他那边已经做了三个调查，我们对他还有三个税务调查，一个主持人，主持人叫白俊嘛，是他法务科科长，还有两个记者，两个书面，按照规定的话，应该是他的调查人员先来做程序，说做指控。那这里呢，我就打断他，我就说一下好了，我就说这个听证会之前，我想主持人声明，我们之前已经向我们递过一个书面的异议书，要求你们答复。两点，一，听证会为什么我们你没有说你这个已经被罚了？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三个月这个事抓死了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他这个三个月，4月8号的司法行动以后，7月8号以前你应该返还我们完整的返还我们这个会计凭证，你没有返还，你已经违法在先。这一次听证会是一个不公正的，你而且是违法的，违反程序规定的，违反税务听证的程序规定的。那么你这个听证会是一个违法的，在听证程序上，你们没有保障我们的实质性进行申辩的权利。因此的话，你的听证如果说听证是你这个行政处罚的一个前提，你听证是违法的，且是不公正的话，你就必然会影响后面的行政处罚。这个如果这样下来的话，那发售公司，这个我们肯定会遵守法律，但是我要打到底。打到底之后，如果还是我认账。那你这是在违反法规。但是现在是算法不行。我算法比你们到，你要硬给我算，我到最后我也不认。包括处罚完了，我会写一个东西，说按照正常，按照应纳所得定义是啥，就是各种收入扣除项，再扣除以前亏损，对吧？你没给我扣除，你该扣除没扣除，你光认收入，有这种道理吗？老百姓没有这道理啊。我企业所得税是按照你老百姓，我也不能说应纳所得和利润的举例，就利润吗？你是按我的利润来算，还是你是按我的收入来算？你光年按1500万给我乘以33%-25%，这个只要学过税法的都没有这么算数。那个通知，那个这两个女士把通知拿过来，然后打出来，啊，就这个事情。小杜呢？啊，你那个罚款滞纳金跟那个税开的一个税单，一个单子上。对，因为我们是稽查局嘛，最后这个税票是我们专用的。嗯。那要没问题，您再给我签收一下。您签也可以，我还是那个留心带着嘛，对吧？您这一块是做出处罚的这个机构是吧？我们只是送达机构，只送达的执行。这样，我们就是说，这个文书啊都送达给你之后呢，你们有复议啊、起诉的这个机制。处罚税务的行为啊，是税务机关的合法性，跟公安没有关系。另外，派出所的公安局呢，不是查抄税务机关办案的账本的一个合法机关，派出所也不是存放账本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凭什么要让在听证会以后让我们去派出所来查看我们账本呢？在4月8号你们拿走以后，是公安局签署的查抄清单，是公安局拿走的，不是税务局拿走的。
但是我们呢认为公安机关无权在这个时候拿账本，只有税务机关的法律规定有权，是吧？因为公安机关还没有权利去例行善尽，你税务机关还没有处罚过，没有凭证，没有一个公开的听证，然后告诉我们可以申请听证，然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原汤原味的端出来做出一个决定，这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东西我是拒绝签收，因为我没有你们所有计算的一个原始资料在我手里。对对对，他们不签，拒绝收。对。拉你跑一趟，没事，这我不用干这个。我先讲我的感受啊，就直觉的。如果是我个人，我肯定是不认的。嗯，对，对不对？嗯，我就是这个事情，我们重新走嘛。咱们一点点，这次你得公开了吧？对。你是因为税务在抓的我吧？那我们把税务整个程序，你当时怎么抓的我？对吧？这事情都得要在全都兜出来才行，对不对？那么这个我是肯定不认的，因为我不可能说。哦，这个账我都没见，我就给你付钱，这个我怎么认他呀？我怎么成为了实际控制人呢？对不对？刑法上涉税的也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在税务流程人家不提你啊，在税务的行政处罚里边没有你啥事儿。对，你说的很对，税务只是说这跟你没关，但公安找的公安找出你再跟他说话，前面这个程序他是税务在处罚，所以说你就没有资格去跟税务谈这个事儿，税务人理你都不理。罚款是676万。罚款是676万。那个罚款是676万，交钱交晚了，有个滞纳金，还有300多万。公安昨天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给钱准备好了没有啊？我说什么叫钱准备好了？是一分钱还是100万块钱啊？他说的，你们还是要把钱，不要拿这个事开玩笑，不要听那几个律师的。不要听你周围人说可以不交这个事儿啊！国家说让你交，你就得交。我说那不交怎么着呢？他说不交呢，就这个事情得抓人了。我说你抓谁呢？是抓实际控制人吧？他说，那实际控制人是你和刘振刚两个人，肯定要抓。怎么抓谁抓谁？他不会抓陆青还奇怪了，他一定要抓我，你知道吧？我跟公安这样说，我说税务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是那个罚款公司的事儿。嗯，他说瞎掰，他说就你的事儿，罚款公司有什么关系啊？你是实际控制人呢，那这个事儿也就很好玩。比如说接收什么这些通知都没通知过我，啊，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对啊，是不是？0.910.50，就是1522.910.50这样。嗯，就是他的这个今天拿到他们的这个对处罚这个。那您现在的会计师和经理在哪？我现在的会计师，嗯，啊，哦，会计师，啊，哦，对，哦，丢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失踪了，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见面啊。对，哼，我们下车走，应该。上升到一个最后变成了一个抗税，我们被抓了以后最坏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我们交钱或者抵押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提起诉讼，或者是诉讼吧。先行政复议，先是行政复议，然后呢，行政复议如果是我们不满意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再继续诉讼。那么这样呢，是一个比较长和公开的一个，对这个事情整个是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把它说清楚。要做的呢是一个担保，不是一个拍卖，也不是一个现在呢就要给钱。这个担保呢是我们下一步进行维权呀，就是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一个前提。这个担保呢是一个预设的前提呢，是发个工资现在没钱交那七八百万的那个钱。现在你呢算是发个公司的一个案外人，发个公司跟你没有关系。你听我讲，你是帮他做一个担保，他不是公司没钱吗？嗯，是吧？有人愿意帮他这个忙做一个担保。嗯，那么等到真的我们输了，行政复议说呢，这个上级税务机关说东城这个市稽查局这个决定是对的，嗯，是吧？都合法要维持，然后我们告这个稽查局，法院说呢他是对的，也维持，你就该给钱。然后我们上诉，然后再说他是对的，生效了。这时候该怎么样呢？该我们给钱了。给钱之后呢，如果给不起，发公司给不起这钱，要卖您这个房子，因为有人担保了。这个时候呢是要来拍卖的。首先我要表一个态度，为了妹妹，我的儿子还有儿媳妇儿，和受他牵连的这些人，为了他们，我房子可以不要，我甚至命都可以不要。我一个快80岁了，喝出来了，得为真理献身，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对我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对吧？我这方面你放心，妈妈就是既然把你们生下来，看着你们在成长的过程，跟着我们的家庭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很对不起你们。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还跟姐姐说，对不起孩子们，我和你爸爸都对不起你们，真的。说这个事。所以呢，可这是我的一个良心，知道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首先我告诉你，为了能够让你和因为你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人，为了保护他们、爱护他们，我什么都可以献出来。我为什么上网？就是因为我想了解我儿子是个什么人。如果他是个坏人，我就不要了，对不对？我要各过各的了。但是我了解了他是个好人，是吧？为什么全世界都为他说话呀？难道那些人大脑都有问题了？最有共产党，最有真理，最正确。你放心，妈妈最后的一个奉献对你就是房子不要了。这个你这个态度已经是最大的奉献了。房子，我们不会碰房子吧？啊，你放心，只是你这个态度已经让我们觉得，哎呀，无地自容了。你干嘛呀，无地自容？我也希望你不要到地底下，还是在上面好。他连命都差点给我结束了，你说是不是？当时在四川的事，他连现在，他当面打了你都不敢承认，那你还跟他争这事儿，对不对？对呀、啊，他当时给的那个，你不是很简单吗？杨家不是也就说嘛，你到底打了我们？还有，我想问你啊，这个事情如果解决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自由了呢？他还说我上传黄色照片了。说我什么？那一年以后，他还可以找理由啊？他永远可以啊！不，他还可以新理由。这个事情，妈，你，我们老落到一个逻辑里，就说那他事后是不是会讲理？他从开始不讲理，到最后也不讲理，直到最后一秒钟才不讲理。我手里边，我就是治你，让你怎么着？我跟他们肯定是有，结下梁子了。我也挺好，我也挺光荣的这事儿，对吧？和最后的几个专制政权的其中的一个啊。开玩笑，开玩笑。Outside the studio of 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artists, citizens like Zhang Xiaoyu are taking part in what they see as an act of defianc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is donating a few dollars to dissident artist Ai Weiwei, an outspoken government critic recently slapped with a $2.4 million bill for alleged tax evasion.好，再见啊。
我们最后要开一个，我们再做一个那个借据。那我把它放在一个信封上面，写上您的那个名字、联系方式。行。我们开出这个借据之后， okay, 我就寄给你。就针对我，行，没问题。第一天开始，这个每天都平均是多少啊？头一天是500左右。那平均每天可能都在300、300-400，三四百多，差不多。300-111-2000。11月13号晚上是我们借款这个停止接收的截止日，24点。那么我们，过了24点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过去的10天当中。就是我们是从11月4号公布账号的，那么到13号账号10天当中，我们一共收到了是869万的这个借款，那么人数是29400多个。嗯，他的主业是画画，他更不可能掌握这些信息，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你有义务要告知，你不告诉清楚了，你等于设一陷阱把人挖坑埋了，你这就不是善意。你们有指标吗？没指标吧？你说这那么多人进来，你挑他干什么？他长得像访民，跟访民没关系。量也大，领导量也大。是。哪位是领导？这位是领导？哪一个？哪个是领导？你看谁说话，他就是领导。啊。对他干这样干嘛，我就不知道。那把我拉到车上干什么呢？问谁谁不答应。我觉得这个事儿挺简单，让他下来就算了，好吗？让他下来就算了，好吗？怎么了？别踩我！谁踩你？我知道，我踩你。再踩我一脚，没有，走了，别争了，别争了，别争了。哎呀，啊，对不起啊。这些水平，没事儿，没事儿。他们这工作，他们的工作，咱们就工作，就这工作。哎，警察，一个警察打了我，这在全世界都会发生。一个体，一个警察局掩盖，这个在世界一半的国家会发生。对。但是一个系统来掩盖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会发生。是不是你付出多大代价？我就不知道你付出多大代价来做这种事儿。嗯，昨天呢，应该是IVV的消息，11个小时大概就搜到了110多万。有4000-5000人参加这个事情。你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趋势啊？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已经不再只接受一个渠道来的声音，大家会有一个对自己对一个事情的判断。通过因为现在不管是互联网也好呀，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渠道都比较发达，所以呢，就是说已经很难通过一种方式来控制住这个事情的基调了。我相信就是会有很多的人有自己的判断，而这个以后的这个，我相信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广。咱们这个条做的太不好看了，我们要重新再稍微简陋了一点啊。今借给艾薇薇人民币10000元。今天我朋友这儿来算好不好？这个。越近越来越快活。真的吗？我觉得没问题。我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西会在任何地方流过、oh, yeah. 感觉走请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走我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我想这是哪里都会担保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行政复议和申诉的这么一个程序。发客公司，我们发客公司，你好，我在门口，对。我还有艾薇先生，还有我们的律师和税务师。好、哦，今天穿得很漂亮。你好，真不敢坐。好好，请坐。因为总有债主嘛。这个那个税务师，您要不要看一下？去看一下，看一下是吧？这个可以了，这是我们的，他不是媒体，他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是律师和税务师，借您多少钱？我可不可以带您去？这下行，去派出所，就南岗。南岗。不去。嗯，好。拿上，拿上，拿上。没事吗，老师？就是，就是简单的，又是一个轮回的问讯。哦。问的很重复，都是那些发客公司的事情，还问那些就是发客公司的项目的事情，我就觉得公安问这个问题挺奇怪。累不累？是累的事啊，也没什么累，累倒不是累，挺那个什么的，挺奇怪的。下午两点，两点钟，不到两点，不到两点，11:50，11:40，然后来了四个人，一个拍摄像，到那儿他就跟我说，以前你是作为。公证人叫什么？不是叫证人，叫证人。你是被问讯的，现在你是犯罪嫌疑人被问讯的。嗯。他们在这儿的时候态度非常蛮横，到那儿还反倒还相对来说可以，他说我可以把那个铁的那个椅子哈，这是可以卡住的。我知道，我也能把那个铁可以黑色的那个卡住的，这是锁上的。
他说我可以，本来是可以给你靠在这儿的，他说但是那意思就不给你靠了。我刚开始以为是个残疾人的椅子呢，我但是我动了一下，我看动不了，底下是粘住的，我突然想到这肯定是个问讯的一个椅子，你知道吗？喂，是的。对的。他是什么理由传唤他呢？他们没有任何正常的理由，他们说陆青是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听到，以前他们都认为陆青是无辜的，那么今天他们说他是犯罪嫌疑人，而且问话非常不礼貌，让他坐在一个审讯用的一个铁椅子上，实际上是对他进行了威胁。陆青问他，我如果你既然说我是犯罪嫌疑人，我涉嫌什么罪名呢？他们说这个是不能告诉你的。对，我觉得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吧，只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罪名，直到我们知道的时候。前一段他们又对我的一个摄影助理，帮我拍过照片的一个同事进行了威胁，说他涉嫌这个网上传播淫秽照片，那么这件事情显然也是非常荒诞的。那么最近他们又对我在这个景德镇做葵花瓜子的一个助手进行了威胁，说要对他进行问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仍然在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威胁或者控制周围的人。嗯，就是你身边周围的人，对吧？对。其实那个目标还是比较有针对。其实很简单，目标都是针对我，但是呢，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来找我，要去去打扰，或者是去这种影响这些无辜的这些人啊。那么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因为他们应该直接找我，我就在这里，对吧？他们已经对我关押了81天，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审讯，那么现在又要从头来去干扰我身边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陆青实际上什么都不用怕的，做人你知道吧，我没什么好损失他，你知道吧，我们只要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是一点办法。全损失就是，你说你也抓进去了，是吧？你对对对，该对你的事情是不是？81天，那是什么酷刑？没有，那我在德国做手术，你不是？那是一场那个，对，完全是你这生命都差一点那个什么，那都是这个体制和这些整个这个。后来这个事让他最麻烦了。我觉得太文革了。警车都来了，是吧？他走，看你要走的，怎么要撤？如果政权一天离开了威胁，他怎么存在？我操，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安慰们怕威胁吗？也不太怕，好像。
债主们很满意，嗯，对吧？要让陶德开心才行。很难，我操，这事儿。我这人真好，操！一个人都不要钱，除了昨天一个骗子说我们借给你的90万，家里急着要用，能不能赶快寄回来？哦，又给我发老多短信了。大笑，这个人真逗哎，太逗了。这是我们的那个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您贵姓呢？我姓刘，我是他朋友，今天陪他来的。哦，请问您这位先生姓郭？姓郭，也是朋友是吗？那行，那这样的那个，您今天是准备正式提交行业晋升启事吗？对。他们是您的委托代理人是吗？没有，我的朋友。那我们我就你刚才也是委托他们，他们能暂时回避一下吗？现在如果你不是委托代理人的话，我们在这儿也不能接待你。那就是委托代理人。那你授权委托书，现在写一份。那我们就现在写一份吧。口头授权可以吗？对呀，就是。可以，我们就书写一份吧。嗯。那你就现在写吧。好，可以。有纸吗？我们拿开纸。但是录像我们肯定不能同意、啊。请你把录像机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他们今天已经给我们一个回执，就是这个接收了这个我们要求行政复议的这个材料。怎么着？我他们一走，我请这几个公安吃饭，然后呢，其实传递一个信号呢，就是。国内外反华势力、敌对势力、阿拉伯之春，什么刘某某和艾某某，刘晓波、艾薇薇，在我这个公安机关的这种这个，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吧，这种我就说你说是打压啊，对对对，打压下，已经暂时处于低潮，当然也可能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不需要搞得太冒尖儿。我那个奥布瑞那个公司，我不是法人代表啊。然后今年去年检的时候，结果工商局得问那个我们那个去年检小女孩，说杜元林在那干嘛？他说，我们小女孩心眼挺多的，说不知道她什么什么职务。我们小女孩说不知道。那奥布瑞这公司年检，工商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应该不知道，我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啊。那他还单独问到我，一听到奥布瑞杜元林在那干嘛，那就公安局肯定去调查过工商局，对吧？他们是在不断的削减这个东西，他们是希望不了了之。那么我们肯定是把我们所有的能够支持我们任何整乱的东西都放进去，要不然你没机会了。我们就是做一个整体来看，是我不管你公安还是税务，是而且我可能输没关系，我认输，但是呢还是要讨一个说法。我也跟公安清清楚楚说的，说你们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知道没用的，但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所有人以后，你们不能轻易对别人做这样的事儿。回去材料就是他们把材料收下了，给我们出具了一个清单，然后说7天之内他们一般要对这个进行审查，然后再给我们通知。哎，7天，嗯，好，嗯，这样，嗯。
通过这样一个司法实践过程看一看，让你这个案件最好让它的事实真相大白于，我们不要祈求于天下，天下已经把你封了，现在就是大白于党内。如果有人认清楚，哦，发科是发科，艾薇薇是艾薇薇，艾薇薇就这件事情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情，那你们怎么去抓他的人呢？那肯定就是说，看来这件事我们做的是有点错了，有点过了，或者说你们戴这个帽子戴错了，他有问题，但是戴别的帽子也不应该戴这个帽子。我想的话呢，这是我们想把这个案子做得很细，做到每一个面，让不同的人都把它介入进来。其实的话呢，就是看看党内有没有还存不存在着良知，它能够被激发出来。请您配合一下我们完成这个工作啊！您帮我配合的。那我们就放在这儿。这边您说啊，我们要在开庭之前提前3天通知。哦，就你们赶上时间，要不然你那开庭时间就乱了，是吧？也是按照我们的工作安排，因为我们整案件。你总要找个人给他接受，你知道这意思吧？肯定的，你不能说我把这东西扔这儿你就走了，你这好吧？这属于是吧？所以希望您啊，就是作为成年家属，如果您签收是最好的。我不愿意签收，那为什么要签收？我们只能先放在这儿，谢谢配合啊！谁配合你啊？拿走吧。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材料。拿走吧，您给谁送走啊？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材料，请您转交给您爱人啊。什么玩意儿？再见啊。拿走。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传票直接送来了这个原告发科公司啊，他所签署的确认地址，送来地址确认书当中所确认这个地址啊。那么原告法定代表人陆青本人不在，那么现在我们把传票呢送达给他的爱人艾卫卫，但是艾卫卫表示不接收，并且把传票呢留置在门外啊。可以让刘振刚、洪玉芬出庭，还有一个就是通知那个时间。我说的那我也给你两条。第一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所有的原件，你们就开始办，就是开始就是开始开庭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说我要求公开就审视你这个案子。啊，对，您人事他定的是公开吗？人家肯定是公开，公开是吧？是，没有写就是公开。公开，但是就是全是他们的人在里边。旁听的，还有一个很小的法庭啊，对啊，他不就是小，他也不会让别人进，他们自己的人发，他就安排一个人听，就说明是公开行为。也有可能他，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和小袁和老杜和严律师出席，他们都认为是正常的。你突然冒出来，你非常飞进去，他绝对是个新情况，他有可能会请示，也可能会想办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发公司如果确实有少交税款的行为，发公司认账，是吧？程序走完我们服从。如果说我确实没有，那么你还我一个清白。
哎，喂，你好，是陆青吗？是朝阳法律行政厅。那个，您是让我打电话说的那个要求旁听的问题啊，我跟那个承办法官说了，那个现在给您一下答复，旁听的预约席位现在已经满了，其他我就不予答复了。我还没见到律师呢，你们怎么这么焦急啊？焦虑啊？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听我说，听我说啊！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明天别去了啊！啊，我把话给你带到啊，跟你的律师团队研究一下。嗨，去也是白去，我操！也他不让我进，不就完了没？你看，你不让你进，你去他干什么呢？就算你去了，也不让你进，你何必费这个劲呢？是的。经常理一劝，经常理一劝，这干嘛？我跟你讲，小李啊，我最后听你一次啊，就是因为你说谁也不行，老心也不成，你知道吧？这事儿，我就听你一次，好吧？以后你也别再劝我什么事儿了啊。就这么一次啊，好嘞啊，好嘞啊，哎，就这样。You know what the state security told my clients? They said we should be very well aware that you are a power in China, and we shouldn't get too close to you because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Really? We. 刚才这个法新社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说我期待公平和公正。第二呢，他说你有什么预期？我说呢，我原来本来是不应该在这个之前预期的，但是我担心会不幸而言重。就是说呢，今天这个案子性质。我们是原告，这个案件的目标是审查税务机关对发展公司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合法，不要搞成一个让我们作为原告这个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你们所有的人打我，这是不对的，这是国家的耻辱。对，他妈是要审你的，我花800多万帮你这个是他们可能掌握了情报，北京税务可能对我们要下毒手，所以公安机关呢出了这么上百辆警车在这儿来对我们进行保护，这个保护原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对，另外我也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最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作为原告，6月15号这个传票贴大门上我才知道今儿开庭，而这个北京公安局作为案外人。他们早早的，比我们还早就知道了要开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外面？保护他的安全，维护和谐稳定，为18大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嗯，还有为19大，同时保证19大的胜利召开。还有，文振，是谁？怎么回事？我看胳膊抓的。嗯，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你说说。这我都过去了，到那边。嗯。然后他那个，从那现代，在那停着呢。嗯。然后过他下来一人，就抢我机器。嗯。就说我趴他车。嗯。这时候我什么都没说。嗯。然后他们突然车上就下来一个人。嗯。然后就过来抢我机器，嗯，就是让我给删掉，嗯，然后我都要往回走嘛，嗯，他们就要拉着我把我往车上拽，嗯，就是给他带走，给他带走，嗯，然后我这时候就开始喊，嗯，他们就出来了，嗯，您哥，太严重了，我操，我出去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一人就抓着，再来，啊，没事吧，应该说一下。你出来，你把那个胳膊弄。哪个车？你去看一下。
车，照你车为什么不成啊？你停到我门口怎么不能照你车呀、啊？怎么回事啊你？你他妈王八蛋！别那么激动，你听到吗？老子骂你了！啊！你狗日的你！照你车他妈，你看你给人搞什么样？你看看，什么样？你他妈老实一点，我告诉你。行了行了行。你干嘛？不会壮士一去不复回吧？啊！我记号，要开你记下给我吧。壮士走的时候要喝酒。哎，壮士都站岗去。你们要帮他开开道啊！啊，别耽误了时间啊！我准备给您开道。江河有给你开道，有机会，不是没机会，机会特别小，对，特别小，知道吗？但是什么时候都有翻盘的机会。完了吗？完了吗？上了，咱们上。他听的不是两个律师，他们说是他们开庭的。你是开庭的？对呀、啊。你是吗？我你是不是？您是干嘛的？我替他拿东西。您是干嘛的？法院的。您是谁？我是法院的。你也需要出去身份的，好吧？好吗？别这么横，好吧？不是，开发客公司的。我是律师。两个案子。一共两个案子，两案件不是两个案子合并审理。对对对，合并审理。你是还有两位吗？还有两位。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委托三个律师。先能我进来行吗？我们两个都进来。好，我们两位都是来。好，律师，好，再见啊，再见。慢点啊。发哥。再往里。尖儿的，对，没事。别录我，你别录我，行吗？行了行了，除了你们的人以外，你再挨个问，为什么来？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有问题。你说，很严肃的跟你讲，你这么是违法的。公民在这站着有什么？我们聊聊天。聊天你？我们聊聊天。他愿意跟你聊吗？他愿意跟你聊吗？你不能这样，他在哪站着你还管得着？啊，发客，发客了，好的。还有公司的，公司的。哦，那你们这让你们那什么吗？啊，那你这有得有得有那什么证件啊？我看证件。什么证件？啊，但是站着得什么证件？行，身份证。身份证，那你就说身份证就行了，是证件。我今儿不也有听吗呀？马路走上，马路走上，身份证马路走上，请观察情况提示报。好，谢谢他。不是，我也是发的。好哥，好哥。那你呢？我也是帮我，我也是。不一样，你拿工资，你拿工资，我们不拿工资。必须的。我忘了身份证了，不是证件，出示原证。您的，这拍个照片什么呀？秉公执法，这哎，我看看您的吧。咋的？你这个。
白九深，给谁了证件？证件给谁了啊？刚跟他看过，告诉我，要把地条告诉我，就是必须带证件呀、啊。中国公民，对，要他们俩，让他来吧，来吧，来吧。我觉得您问这话特有意思。宪法地条规定的，地条规定的必须那个公民出门得带身份证啊。你们家规定的，你告诉我宪法地条，你是法盲吗？你是？这不让你带我去，不让停留。你带我去吗？这不让停走，你带我去吗？你叫我走哪个方向？你带我去。往那边走，往那边走。走吧。你再带我走啊？怎么从哪个方向走啊？你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干嘛你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文明社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这个法克税案呢是一个非常公开化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它的公开化也是由于我们在里面做了最大的努力，那么在网络上也有这个3万多这个网友捐款了这个有这个900万，那么这个也促成了我们努力在这个方向是使这个税案能够进入到复议和这个上诉这么一个程序，但是呢对它的结论我们觉得从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如果想取得理想的这种可能是在今天中国社会这个结构中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能够说通过做出这样的努力让整个社会了解我们的司法和税务还有这个公安是怎么样工作的，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舆论和一种审判，那么这种舆论和审判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每一个人对公平和正义都有这个需求，因为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一个法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危险的。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是把所有的力量只是放在一个希望控制他人的意见，控制他人的这种表达的权利，而不给人们一个可以表达和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的这么一种前提下，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荒诞。这么牛气，这车子是哪儿的？这车啊！行了，我给小胖说一下，小胖，这红绿区都那个走了。我警察问我，他这车哪儿这么牛逼？真是，你这么多人都关着，说了半天不动啊！不动，这些人不想让这车走。哦，那么回事啊！我说警察不回去了，他不回去了。不是，全世界都在等，真的，这个案子已经是全世界都在等那个案子了。现在已经是在媒体上基本上有300多篇报道了。那么，据说是中国庭审中，这个警戒是最强大的一次，从来没有过，有史以来最大强大一次。
边杆。这是解放区，操场地是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他妈阴霾的天。这么大年纪了，在等着我们。等，今天要等到。他说一定要等你回来。对，我说我今天跟法官讲，我说我们用800多万打这样的一个官司，但你们的表现非常懦弱，让我们很失望。我这个大老爷们儿上厕所需要警察陪着。我做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时候，警察没有陪着我上过厕所，但是今天做到了。但你尿出来了吗？关键尿出来了啊！尿出来，我成功的尿出来了啊！你还行啊？还行，这个顶住压力哈、啊。对对。第一是感谢大家呢，这么晚呢都还等在这里。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的历史上呢，应该是一个丑恶的一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法院呢，表现得非常懦弱。我最后呢，这个发表辩护意见的结语的时候呢，只给我1分钟。我用的话呢，就是说，我说的是，公安机关违法办案、违法抓人、超越职权；税务机关呢，这个违法的配合公安机关，然后没有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说的是呢，这个法院呢用了一切办法来这个违法的审判，所有的这种设计呢都是为了损害我们最基本的诉讼权利。我们进去安检以后，安检很严格，我们所有的手机都留下来，一切手段呢都不能带进去。那么我们被带到7楼，然后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看到了这个58号法庭。58号法庭呢靠近男洗手间，整个的沿途呢有这个法警和这个穿特警制服的那种工作人员。我们发现呢，这个法庭里面只有5个座位。后来呢，在发表辩论意见的时候，我说过呢，我说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你们是在依法做出一个审判，你们用恨不得这个草场地和这个朝阳法院门口动用几百警察来保卫这样的一个行政诉讼能够按照你们要求的方式去顺利进行，你们却给我们安排一个5个人座位的法庭。那你这样的一个，首先从公开审判的原则上来讲，我有没有权利怀疑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开审判？辩论的意见呢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认为呢，行政机关所有的证据呢，作为当事人地税局，他没有带原件，我们也没有见过，我们要求质证，要求看到原件，要求一件一件的去看。法庭的回答呢是，法院已经核对了被告提交的复印件和原件，进行了比对，认为呢两者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关于证据原件的问题，各位律师不许再说了。关于查阅税务档案的函，先说到这儿啊。关于查，您又不乐意听了是不是？原告代理人，我还没说完呢。你陈述的时间就到这儿啊。我们到底是，我们两个被告，一个被告5分钟。未尽的意见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您太好。用这个方式来进行啊，下面请原告代理人。报告审判长。我们是两个被告，您刚才说的一个被告5分钟，为什么另一个被告不能说话呢？进行质证啊！你敲碎了啊！最后的证据卷五呢，这么厚的凭证有3本，那么每一组证据给我们原告一方的这个辩护律师代理律师的质证时间是5分钟。也就是说，所有的凭证在三分，最多那一组证据5分1、2、3，那个凭证这么厚，我们需要在5分钟之内发表完这个意见，所有的，否则呢，那就视为你放弃质证权利。公安机关，我们今天在法庭上查实了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也不否认，就是本案的税务机关对发克公司的查处呢，是4月6号接到市公安局的这个大要案的这种转办单，让他们去做，然后4月8号才开始到草场地来，这个约谈小胖和这个查抄一些证据材料、账簿凭证。
那么这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在4月3号之前，税务机关没有对发客公司涉税的这种事务进行过立案侦查和审查，进行过审查。而按照去年2010年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必须得是税务机关查处过发客公司，发给发客公司这个限期缴费的这种缴税的通知书，然后发客公司拒绝缴纳税款和滞纳金，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才可以立案追诉。因而呢，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当时说了呢，公安机关4月3号在首都机场抓走艾薇薇，抓走像后来抓走像小胖啊和这个文涛啊，包括胡明芬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公安机关在违法办案。我当时没说政治案，我说是不是人情案和关系案，我问这个，但是没有人回答。那么由于公安机关是一个违法办案，所以公安机关对发客公司所取得的所有的证据它都不具有合法性，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因而行政机关就是税务机关从公安机关拿到的这些证据同样不具有合法性，这就使得在这个案件中间，税务机关既没有去调查取证，也不是一个合适的立案，也没有对公安机关的枉法行为提出他的批评，因而呢，这个案件呢，我觉得从事实上、从程序上、从这个法律适用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今天呢，我确确实实是认为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因为这个法院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他想查清事实。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到底是要查清事实，你还是要掩盖事实？你为什么不查？有这个时间给你查，我们这么配合，你为什么不查？他就是不查，他就是不想去查。这个哪怕一审结果不如意呢，我们还有一个上诉权，但是上诉能不能开庭就很难说，因为一审是实在不能不给开庭。基本上有争论吗？没有。还争论一下，陆青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刘正刚和胡明芬之所以不能够到庭，因为法官说我同意，我要求你去通知，但是他没来。那么陆青说呢，他没有来是因为第一我们找不到，第二呢已经人家通过亲戚给我们带话，公安机关说你绝对不可以跟艾薇薇联系，实际上呢就是说作证受到了有关机关的违法的骚扰和阻挠，这是一个破坏行政诉讼的行为，这是一个法律应该惩治的行为。我觉得我们打我们就在赢，有哪个人可以打这样的官司呢？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法治的捍卫者，同时呢我们也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垫脚石，我们愿意这样做，不管付多大代价。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财务账册在哪里？我们从复议一直到诉讼，你都不知道你的财务账册在哪里，你怎么样去应对税务机关对于你所谓的这个少交税款的指责，你都不能进行对账。那么涉税1500多万呢，它主要是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个工程里边，按照他的认定，我们总的金额呢，就是成本支出呢是38万多。按照标准的，在北京现在如果造一栋房屋，3米层高，现浇预制板，它应该是1200到1400一个平方米。那么我们这个房屋现在是96块一个平方米。那么如果说按照他这个计算38万多呢，就比较荒唐了，因为我们有三个项目呢，一共是多少呢？4000平方米。如果是按照这个38万一平均以后呢，我们每一个平方米的施工成本是多少呢？是96块。如果96块钱在北京造一个房屋是造不起来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能不能造出我就不敢说，造在中国是很难造的。讲被告吧，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核实所谓的收入，但对于所谓的成本事项呢，却没有在这方面呢，
他自行的去取证。即使有一些材料也是来自于公安的，举个例子吧，他们讲的这三个项目大概有1500多万，但是能够列入成本的话呢大概只有100多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发科公司呢在被告的这种打造下，我们也许成为了全中国盈利能力最高的公司。沈班长，我们要求要看到所有的原件。我们要看原件。我们要看原件，现在我们需要质证了。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原件。您尊重法律吗？请问何一平，您是否尊重了法律？我觉得北京法院你们不能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做啊！开庭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原件都不在我们手里，都没有发给我。你到底想查还是不想查呀？你审案子吗？你什么？到底想干什么？你们这法院，我都不懂了。我们想质证，你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所有原件都不在我们手里，你们还。这么开心的，我还没见过，我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开心。胖啊，你在家吗？在家呢啊。哦，薇薇去公安那儿了啊。薇薇去公安那儿了，那就可能坐的是小李的车。我就想问问你，你没去是吧？行，我就知道了。行了，好嘞。小伙子，怎么了？干啥呢？证件。你关了。什么叫我关了？你把照相机关了。你执法执法，我为什么不能拍吗？不能拍，你可以看。怎么叫不能拍呢？我是在看。对。好，谢谢。哎，再见。给你了。那不给我怎么？那真不给我？那不给我？那不给我怎么？两张破纸啊，能不给我？陆青。那个结束了，公安已经是明显告诉我，这个是我就是要处罚你，因为你就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是个坏人，这个是明确告诉我的。所以我当时也觉得，他们都已经能够这样做了，所以我确实觉得当时挺沮丧的，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就是以这个罪来判我，对吧？有什么事情咱摆桌面上谈，我怎么煽动的？但是呢，他要以别的理由，但别的理由呢，他又没找好，所以先落到这么一下。看笑话就行了。说这个国家的事儿，你要是能给他推翻了，我觉得你牛逼，我来给你干。他说，但是他说这，他说这。觉得你可以吗？他说也做不到啊，反正这事儿。真逗。他给我讲一个例子，他逗，说我们那一玩牌的，是一起玩多少年了，老输。我就说你为什么老玩啊？老输啊，你还玩？我就想看他们的丑恶嘴脸。他说你现在就看他们的丑恶嘴脸就完了。跟实际控制人一起喝了一口。就是法院门口全是警察是吗？我靠！
啊，还是不让进。公园没封了吧？朝阳公园还是安定祥和是吧？我们换了代理人，因为那什么，然后要搞清楚，告诉法院呢，有人干扰行政诉讼，有人干扰诉讼，哪个机关干扰诉讼，就是公安局不让我们的委托代理人出来，是吧？这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是不可以的。宣判之前就跟他讲这个话，因为有权利决定诉讼代理人不能参加的只有法院，而决定魏不能参加的不是法院，是公安。我们等于向这个法庭来举报北京市公安机关，举报北京市公安机关破坏这个诉讼。5000万吧？对，咱们要不就进来吧？我们待会儿来，待会儿。还等？对，谢谢。咱们过来吧，好吧？我们还有事，还要说一下。喂，哎，谁啊？哎，你好，哎，布里斯，怎么了？还在等人啊？那个周厅长，我现在要说一下呢，为什么那天不让我们飞机？现在咱们我事先是跟你说好了，咱们现在先说一下，咱们进去去说，还等谁吗？我们等一个朋友。我们今天开庭的时候呢，还有别的人要进来，我们会控告朝阳法院。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事儿我觉得没完呢，不能那么等。你们为什么不守信用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一会儿怎么说？咱们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人都到齐了？你先跟我确认一下，前一天晚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说好的第二天会比如？咱们不争执，咱们不争执，是还是不是？这是个事实问题。9:30，你是行政厅长的，听我说啊，你太让我失望了。咱俩不要争执，9:30咱们要。另外呢，是这样的，我们啊，好吧。我们变更代理人，为什么不让魏出来？进去去说吧。不是，我们现在带你们换那个代理人，但是现在你不让出，不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不让，因为9:30就到时间了，好吧？9:30，要么就到时间了，咱们往里面走，这些都可以进去之后咱们再查，好吧？啊，走吧。等一下，我们还有三个人，还有几个人。那咱们不用非得要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我们都是有人引导的。我不再听你的，因为你们对我食言了。那就一部分一部分的往里走，好吗？不用都在，这事儿用集中在这儿。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安检的问题，还是一个干嘛的问题啊？因为9:30要开庭。不是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因为我是行政厅的厅长。那要怎么样？马上要开庭，你不管安检吧？你不用跟我谈这些，律师。我觉得你们干嘛不守信用呢？我复印笔录怎么了？等一下，到时间了，因为我知道是到时间了，但是我们要因为你看，马上就要到9:30了，是。咱们如果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些事情要商量。进去都可以商量，不用在这儿，好吧？啊，因为在法院里面，就马上时间就到了，不然的话。就违背了法院通知的这种开庭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样你们也都是遵守法律的，是不是？好吧，布律师，咱们往里面走，好吧？那天有没有答应我？好吧，因为咱们管你有没有答应我说？好吧，第二天2点可以让陆清复印笔录。说没说过？咱们进去吧。说没说过？如果说过了，第二天为什么虎南不认账？来来，往里面走，咱们就是这样。太他妈扯淡了！多人呢，走吧，对吧？公安局，走吧，咱们。哪有这样的人说谎？您是昨天赶过来的？对，我昨天赶过来的。我昨天是在那个。没事吧，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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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配合一下啊！又过来了。工作呀？啊？工作呀？我帮你拿。我知道你是工作，差不多得了。今天比如说在新浪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写我的名字，或者说写一个大胡子，或者说写一个公交车是不是能够在那停，都会被删除。那这个那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实在是不能理解。我们彻底输了。老板往前走，别堵路上，别站路上。没站路。你是干嘛的？你是干嘛的？别堵，我是过路的。别堵，别堵事儿干嘛呀？啊，别堵路上。别来，我这咱们过不去。来，别堵路上，谢谢了。别堵路上，别堵路上，在这儿吧。来，别堵路上，别堵路上，人家都出不去了，影响人家出行了。别堵路上。今天我们整个的情况呢是9:30进去，然后整个拆毁门口呢也是。确实交通管制的非常严格。宣判之前呢，那个我提交了那个变更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告诉法庭呢，因为阎锡忠律师无法赶到北京，所以说呢，花石公司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呢，改为委托艾薇薇先生作为两个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来出庭诉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同时呢，我提交了一个口头的控告，就是我控告了北京市公安机关今天早上呢，这个违反了这个规定呢，来干扰我们的诉讼代理人艾薇薇出庭。那这个呢，法庭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正面的回应，然后呢，这个做了两个案件的宣判呢，就是认为呢，税务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是合法的，程序是合法的，作为执法主体呢，它是适当的，它的处理和处罚呢是基本事实没有出入，是有依据的，是合乎程序的。听审怎么样？就这么回事，无话可说。也得什么是吧？那行吧，那我们现在回草场地吧。我们现在回草场地，好吧？这个我的这个国宝王鸿飞同志也过来了，也过来人，你干嘛呢你？看看你，请你吃饭，是吧？过到哪？哎，行，那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去草场地，好吧？哎，让所有的人等吧，通知所有的人草场地。走。好嘞，好。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这个朝阳法院这么一个判决嘛，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服，我们再继续上诉。嗯，好。喂。嗯，没有，我现在刚刚出来，我们跟老虎，现在我刚上车，所以呢，我就是在给他们打电话，我问一下老虎他是怎么，刚才说是在朝阳公园，我们艾薇薇也在这儿，我们。在哪儿？啊？现在你在哪儿呢，默默？正刚结束。那就这样，就回草场地，我给老普打个电话，让他也回去。那个。好啊，好啊，好，好啊，那我们就我们回草场地了。啊，好，嗯，好好，待会儿见。法院呢，先在一个小的法庭向我们宣布了几项决定。这个决定呢，实际上呢是对我们的一些申请的这样的答复。第一呢，是宣布我们申请调取证人、调取证据的请求，法院调取证据这样的一个申请没有依据，不合法，然后呢不支持。就因为我们这个开庭不让这些过。在今天都不行，有什么理由来说？我们想呢，这个国家总不会懦弱到不允许一个人出庭讲道理。我们按照你们所制定的法律，遵循你的程序去做，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整个庭审以后呢，我问了审判长，我说这是你们作为法官一个值得你
职业生涯中间值得你自豪的判决吗？没有人回答我。朝阳法院审理本案的两个案件的发科涉案的合法性不能认可，他的审判活动是违法的和枉法的。我们会用我们合适的方式给这个国家一个机会，给中国的法院系统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谢谢。好，谢谢你。这个游戏如果是他定的话，你是玩不过他的，嗯，对，对不对？这游戏是我定的，他都这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你是再好的一个运动员，你一个人和一个队在踢的话，他就互相传球，你就完蛋了。问题传过来传过去，就把你耗死了。只要我们做的就是非常清楚，这个我们没有输，这个钱他能给我们的以后，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是吧？我相信这个时间也不会太久的。我现在不好意思讲你的案子了，一讲案子说一审已经输了，其实把很多案件关联起来都是一个缩影。像艾老师这样的情况哪个地方都在重复，有多少案子像你这样的冤案，他都是最后都是老百姓妥协一下，然后他权力部门呢稍微恩赐一下就结束了。我进去吧。你进不去，你不要进去。嗯。但是判决书可以拿你们，因为你们不是代理人。啊，没关系，咱们看到那儿。对对对对，如果他不较劲的话，他就闹你这个进去，因为宣判是很简单的。你现在进去就前面一个小小的一个面子，是吧？对对对。哦，对对，在第二审判区，实际上以他把那个案件放到那边去，他的特殊原因啊。祖国在发生变化啊，十八大的时候开的，这和谐。等我啊，师傅老师。包子。两点。没事，来来来来，来个十个。这把钱都交不，两下就被你把钱给弄光了，你知道吗？给你乐的。你家办的。Thank you.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他有什么？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他们完全不按着程序，无论是事实还是程序上完全违法，非常羞耻的一个法庭。我从来没想到这法庭会如此的不顾事实，如此的这种蛮横，非常令人感到耻辱的一个法庭。为什么这么不清？你恢复了人身自由吗？啊，我可以据说是恢复人身自由了，比如说我能做采访，但是我没有知道。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我有什么打算啊？我打算他把我再抓起来。那么我吃惊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社会，在今天这种发展速度下，仍然用着这种最为野蛮和落后的这个司法体系。那么它能维持多久？没有下一步了，下一步，没什么下一步了。那么司法，他是说这是终审判决啊，就是我们没有。再没有可能上诉啊！罚款的钱，我们有一个押金在这个在这个税务，那么这个他们会自动的，他如果说这个判决生效的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钱他们可以自动的就被他们给拿走。按道理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是罚款的钱是我来担保的，我作为中间人担保，他应该至少要通知我。哎呀，我还不服气呢。我还不服气呢。啊，通知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来。法庭代表的母亲也有事没有出庭，他给我二位还有律师杜延伦写了授权委托，让我们来听宣判，代理判决书。但是只允许我二位进去说，不能变更代理人，我们只能以旁听人员的身份。就让你那个，让你跪下，那肯定是不跪啊，踹你脚吧，踹脚板儿，然后在强迫的那个状态下，然后变成了跪姿，那个姿态就反正就跪在地上，然后手是背着的，那是靠上，骂骂咧咧，威胁说，一会儿说你牛逼吗？一会儿说你傻逼什么？反正他也不说为什么你到这儿来或者什么的。那完了就这么，反正就这个姿势保持了挺长时间，因为根本到后头根本站不起来的，就人要倒着不下去，脚是就已经麻木了。我说我不行了，然后他先那个你说了话，他就那个会踹你一脚，或者是在后脑勺那个扇一下，这样以示就是对你的那种侮辱，然后那就是说你。然后告诉你规矩，以后你要动或者要什么，然后就要那个喊报告，反正也有拳打脚踢的。然后你反正怎么说都不对。从4月4号凌晨开始以后就是那就差不多82天了，82天还是83天，然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那个房间了。我们跟任何人不许说话嘛，一天不说话。天天待在那个里头，你跟他说话，他不理你吗？不让说，不让跟任何人说话，就是那不说话嘛，憋的，那不得精神病，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没想到会去报候审吧？一点没想到吧？压根儿都不想这个事儿，就没敢想。心态好，我操，心态不好，他妈你死头了。害怕吗？不害怕，我从来没有害怕。还是害怕？不害怕，我在里头我也不害怕，我只是感觉人的命和你的思想不是不强大，我只是不能跟你面对面来跟你进行抗争，我可以沉默
我不能跟他去抗衡。他自己也说，我们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你算什么？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哎呀，最想做的还是干点实际的事情，哪怕去到农村教一个，给一个孩子教个书都行。因为对这个国家没有希望，哪怕做一点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确实是最根本还是，哎，本质上人对自由一种认识，对一种教育一种示范，人本身就不是人，你说说，连最基本的一种教育都没有，总想能够哪怕带几个学生，我肯定是其他事儿我也不愿意做，一个把身体调节一下，要你太无望了，不是太无望了，太无望了，那可能让每天付出代价，人的吃这个，人的那种生命的弱小，有时候所以说在那儿看到里头有一个小虫子在飞的时候，真的都感觉它比我们自由。